12月4日，杨超越现身上海出席某品牌方线下活动，一出场便引得现场观众尖叫连连，一片沸腾。当天杨超越身穿一套黑色长裙，中分长发随意飘下，既显名媛般高贵气质，即使是路人镜头下毫无修饰的圣徒，杨超越依旧美得不像话，是娱乐圈少见的圣徒比精修图还好看的女星。简单的款式配上一张清纯无害的脸，杨超越美得似人间小精灵，许多网友都评论说，妹妹好美啊，简直了，不愧是你，人间芭比杨超越。这一年来，杨超越进步神速，时尚表现力越来越好，经常在各大综艺露脸的她也表现出其超高情商，圈粉无数。当然唱歌跳舞还是一直在划水，但杨超越的发展路线也绝对不是女团偶像，也不靠唱歌跳舞吃饭。目前杨超越除参加综艺外，还出演了几部电视剧，现代片古装戏都有，未来显然是走表演路线。你期待演员杨超越吗？